补上一个，你快走，快！再补上俩，快走！走，快点！好，再补一个，快走！走！再补两个，你们俩上，你们俩快！走！再补一个上去。快快快，走！往前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走！司令，可以过了。哎，这路不就通了吗？啊，弟兄们，给我走！你们看，这里就是圆刀阵。师父，那些刀都这么快，我们怎么才能过去呢？不用担心，我到时候会把他们弄慢。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，知道吗？是是。是好，我先过去，你们小心一点。中间有危险，不要走中间，走两边，快！那个谁，你带头，走两边。司令，司令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让别人去吧，司令。你他娘不去，我毙了你！那个谁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死了，你爹你娘就是我爹我娘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。你的媳妇儿还是你的媳妇儿，啊，去吧！哎呀，快去呀、啊，快快！你们跟我走。动作快一点。车！红尘风，打，快打！慢，小心！
给我打！不是咱们来打头阵，不然死了弟兄们赔了本啊。司令，你看这里边全都是血，这就是那个流沙阵，一旦踩进去就尸骨无存。司令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咱们先报告小日本。不，黄川方已经死了，这次就轮到咱们打头阵了，等过了这机关再说。过？死了这么多人，咱能过得去吗？张宏烈跟绝尘师傅都能过，为什么咱们过不去啊？怎么过？李四，在。赵国斌，沿着这个木桩走过去，叫他们千万不要触动机关。是，贤亮，到。从这边走，记住，千万不要碰到这机关。是。小心啊！司令，没问题。李四，在。赶紧派人去告诉魏天，说这个机关没问题。是，你赶快报告黄军，说我们顺利通过。是，听着，所有人往前跟进。那边有声音，快追！快追！继续走，你们上，都上，快！弟兄们，对着链条打！停！冲进去！手榴弹！给我追！快！
经没有退路了，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吧，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。这帮狗日的！手榴弹，全部给我轰！否则，你们全部要死在里面！营长，我没子弹了。营长，我也没子弹了。还有几个手榴弹？还有一个。那，拿着，我再给你。我让你扔在这儿。是。司令，他们一直都没有开枪，我估计是没有子弹了。要不干脆咱们冲进去。冲什么冲啊？兄弟是我跟日本人谈判的筹码，冲光了怎么谈？是。绝尘师傅，你是出家人，得道高尼，难道你忍心看着这些人死在里面吗？快出来投降吧！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排长，都找遍了，根本没有出口。再找。是。张红烈，我知道你们没有子弹了，也没有退路了，快点出来吧！我现在给你十分钟考虑，十分钟以后，皇军就要用燃烧弹对付你们，烧死你们，熏死你们。十分钟，十分钟。老天爷，你要保佑我们，保佑我们找到出口。这个该死的贺本英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真应该一枪把他给毙了。万一地宫被奸人入侵，出口见佛，无常索命。出口见佛，无常索命。佛祖，佛祖啊，佛祖，你快告诉我，什么叫出口见佛？营长，鬼子真有燃烧弹吗？小上海，你还真别不信，他们还真有。营长，这次我们不会都光荣了吧？营长，我们现在走投无路了，该怎么办？营长，我们冲出去吧。太晚了，冲不出去了。出口到底在哪里呀？师父，那位老方丈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呀？都说了，出口见佛。可为什么他不说清楚，要我们打哑谜呢？你倒是敢问这个问题！我只是着急，我不想女兵排出事，不想师父有事。别说了，我明白。排长，出口没找到。排长，没有找到出口。好，现在还有最后一分钟，燃烧弹准备。小子灯。你听好了，如果他们真的冲进来了，就把所有手榴弹放在盒子上，就算全毁了，也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面。是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放下武器走出来吧，我们会善待你们的。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不然我们就冲进去了。扔两颗手榴弹，回去集合所有人。扔，走。弟兄们，往里冲！别冲，别进去，慢慢等。退回来，全部警戒。